你在想什么？庭审那天为什么会主动出示录像？这不是你一贯的风格。很好，你越来越成熟了。不要得意忘形。海奥森冲剂也和本案有关吗？是方远服用的。方远最近精神状态怎么样？这样吗？我有一份文件需要送给一位名叫莫毅的心理学家，我现在走不开，帮我跑一趟好吗？地址就在文件盒上。我和莫毅只是公务往来，并没有私交。和他交谈时，你注意分寸。好，辛苦你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说呀，做投资决策的时候不是挺爽快的吗？怎么现在话都不敢说了？小陆总，咱们也不知道每位咖的利润都是靠压榨商户挣来的呀。他们藏得那么深，咱们就算听到风声也抓不到证据啊。你的意思是，合印投资的大数据中心是个摆设，我每年花以亿为单位的资金维护的是一个电子词典，而不是超级计算机。不不不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哼，还抓不到证据，我又没要求你们上庭打官司。我看你们是根本没重视过对企业信誉与社会责任的调查吧。就算没有他们欺压商户违法经营的案子，只凭他们制造虚假差评这一条，我何印就绝不会投他。你给我记住，只要何印集团一天姓陆，就一天不赚这种黑心钱。是是是，属下记住了，我回去一定严肃处理经办人。处理经办人？不必了，先处理你自己吧。何印资本是我母亲留下的产业，
现在风气不正，可有你不少功劳啊。我怎么听说那个美味咖的老板是你亲戚啊？小陆总，我看在你是公司老人的份上，我就不起诉你了。你可以出去了，不要让我在何印旗下的任何一个地方再看到你。